大家好啊 ,2023 年呢北京德国已经离我哋而去啦。又系时候同大家回顾一下喺呢一年啊香港古典音乐界发生咗咩嘢事啊。首先我觉得非常值得提嘅呢就系香港政府终于喺3月1号啊撤销口罩令。其实不经不觉口罩令已经陪伴咗我哋900几日㗎啦。口罩令嘅撤销意味着所有嘅防疫措施呢亦都系取消㗎。亦都系象征咗啊由2020年开始的疫情大流行呢终于完结了。虽然疫情完结了但是它带来的影响呢其实还是持续着的。譬如说香港管弦乐团在2023-24乐季呢很明显见到呢有非常多的外访音乐会。相信里面大部分其实都是要还债的，就是说将过去几个乐季没有办法成行的外访呢一次过做晒它。特别是因为2023-24乐季完结之后一呢就会离开港乐了，所以呢就要趁这一个最后机会将外访的任务去完成埋佢嘅。另外香港小交响乐团亦都迎来了新的音乐总监，佢就是柏鹏了。其实2020年嗰阵时叶咏诗已经宣布会离开小交，不过就因为疫情啊令到冇办法去任命新的音乐总监。终于拖到第三年咁耐啦 ,2023 年先至可以宣布呢个新任嘅音乐总监。我相信喺疫情期间大家都一定睇过一啲网上嘅演出啦。随着疫情完结啦，呢啲嘅网上演出呢亦都越嚟越少啦。但係其他形式嘅表演呢继续喺由唔同嘅艺团呢亦都係继续去发展㗎。例如小交佢喺疫情期间就推出咗呢个电影音乐会啊。得到广泛的好评的，所以呢他在今年呢也都继续跟 Movie Movie 合作，继续去播放他们在虎豹乐谱拍摄的电影音乐会的。另外飞跃演奏香港他也都在疫情期间其实是制作了王志仁的一个电影音乐会，今年也都是趁着王志仁回来香港的期间呢播放这套电影的。讲起电影有一套电影就不得不提的，就是尚未完成呢套纪录片啦。佢讲述咗啊欧德礼呢个皇都戏院嘅前揸飞人啊，点样喺50年代就已经将国际知名嘅音乐家带嚟香港表演㗎啦。所以呢套纪录片呢可以话系填补咗香港早期音乐发展嘅一个空白嚟嘅。新嘅一年呢亦都带嚟咗新嘅事物，包括啊香港政府任命谭盾作为香港的文化大使，希望就透过他将香港音乐家带去外国。譬如一年他就将本地的音乐家譬如是邝丽玲、钟嘉欣等带到去荷兰、爱丁堡等地方去演出的。在年尾呢亦都在香港举办了一个 V 音乐节，就将世界不同的音乐家带到来香港。希望藉着谭盾将香港发挥成为一个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枢纽来的。2023年呢其实是香港艺术发展局的审批员换届的一年来的。一般情况来讲在6月呢艺发局就会发信给所有的现届的审批员去问他们去续不续任。不过呢今年迟迟呢就未发信。后来经过传媒的报道才知道呢原来他们打算在这个任命条款里面加入国安条例，就是说审批员他的工作里面亦都要肩负在维护国安的责任的。香港的传媒生态在默默之中亦都是慢慢改变的。譬如说是香港作曲及作词家协会他的实体刊物 Cashflow 呢出埋今年呢就正式完结了。不过呢亦都会仲有是网上版的。同样去接触实体书的呢亦都有 U Magazine 一本的潮流刊物。虽然话佢亦都是会 keep 住有呢个网上的版本啊，咁但是冇咗实体版呢我觉得对于宣传的力度呢无疑是会大打折扣的。不过在纸媒逐渐式微的情况之下呢，星岛日报同埋明报呢不约而同咁将佢哋嘅文化版改版嘅。星岛日报每逢星期四就会推出 ArtCam 以图片为主导的。至于星期五明报呢就会推出他们的文化版开眼，依然是 keep 住以专题文章来作为他们的内容的，可以贯彻了他们知性的一个报价的路线。
呢一年亦都有唔少重要嘅前辈嚟我哋而去噶，包括一月份有香港新音乐之父之称嘅林岳培先生去世。林岳培先生虽然系出身于澳门啊，但系对香港音乐发展贡献非常非常之大啊！除了留下了不少经典的作品之外，他譬如都是帮手创立了香港作曲及作词家协会、亚洲作曲家同盟、香港作曲家协会等等的。他也都曾经在香港大学任教，以及在电台、电视台制作不同的文化节目，所以说他绝对是香港音乐发展的一个奠基者。同样是一月离我们而去呢，还有顾家辉先生和 Uncle Way。 虽然他们两位对香港的古典音乐界的关系不是很密切，但是他们对香港整个文化发展呢也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顾家辉先生作曲无数，他和黄沾所组成的辉煌组合，就是一个一代的经典，对于推动香港粤语流行曲的发展呢不可多得。至于 Uncle Way 了，他是甚至是一个世界纪录的保持者，亦都可谓见证了香港广播以及是音乐发展的一个重要人物来的。虽然疫情就结束了，但是根据个人观察呢，似乎各艺团在卖飞方面亦都遇上不少的挑战的。虽然说今年亦都有譬如有些狗石样、马友友、郎朗、Hilary Hahn 等的明星级的音乐家来到香港，票房非常之好，但是靠明星去吸引观众一个方法似乎都不再是卖座的保证的。有一些明星譬如是 Anna Netrebko、Joshua Bell 等等，说他们的票房可以遭遇到滑铁卢，特别是 Anna Netrebko 虽然贵为歌剧天后，但是两场音乐会卖座率非常之惨淡，一半都不够啊。似乎在这个疫情之后令到整个业界也都是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变的。相信来的一年不同的团体在宣传方面也都要继续加把劲。我们都期待来年会有更加多的精彩节目去让我们香港观众去欣赏的。